小礼物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、喔。那，你拿一个汤匙吧。好，我可以拿汤匙。拿一个这个汤匙吗？这个。可以呀、啊。把这个给你。好，那来拿一个小礼物，你去做好哦、喔。好。哇。我有做一个小橘子口味的小礼物，这是橘子口味的小礼物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水晶宝宝吗？嗯，那是什么？不行吃吧？你摸一下，嗯。这是水晶宝宝，很大一个吧？干掉了。来，这是一个水晶宝宝小礼物。嗯嗯，是什么口味的？那个橘子口味的。那你喜欢橘子口味吗？那你自己挖一个。就这么大。哇，挖小口一点，挖小口一点，不然太大口了。嗯，你喜欢这个小礼物吗？超喜欢啊！哇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感觉耶。为什么你咬？对呀。为什么？你记得那天我们去买回来自做果冻吗？就是这个啊，爸爸昨天晚上一睡着的时候做的。嗯，那、啊、可以给我吃一口吗？我吃一口看看。嗯，这个是果冻，已经丢掉了啦。嗯，好吃哦。嗯，甜甜的耶。嗯。